我觉得现在我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 AI 的时代是必然来临，而且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。大部分人对 AI 的理解是错误的，他们认为 AI 还早，或者认为 AI 是科幻小说和电影里面的，但是其实 AI 已经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的手机应用里面就已经有很多 AI， 而且 AI 将影响所有的行业，将造成 50% 的工作在10年之内被取代，那么这个对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。我觉得 AI 时代的来临对那些特别有才华而且能够把事情做得很深的人，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因为 AI 是做不到你能做的事情。可以想象一个能够去 program AI 的工程师，他的价值会有多高。还有可以想象一个能写出 AI 写不出的稿子的记者，或者能够预测出经济走势，因为他用不同的方法思维超越 AI 的人，他的价值有多大。一个能够很好把 AI 当作工具来用的人，他都会比一个纯自己靠自己的脑袋做的事要能够增强，等于是 AI 增强了你的能力和 power。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会变得更重要，因为有一件事情 AI 不能做的是 AI 是没有情感没有自我意识的，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只有人能够做的。所以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 EQ 再提升，让自己做一个更善于交往善于沟通的人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年轻人应该有帮助的想法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准备，让自己迎接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，因为它是充满着希望，充满着美丽，但是也充满着挑战。